我比较喜欢导弹，导弹是很好玩，但是我还是个好的孩子吗？为什么我讲好的孩子？因为我跟朋友上海朋友出去的时候，我在美国我有一个很漂亮的 fiance， 所以去外面捣蛋不可以捣蛋太厉害，但是还可以捣蛋一点点。所以我怎么捣蛋法呢？因为我不可以跟了新的女人一起，对吗？因为我是很 loyal， 我很爱我的 fiance， 我的女朋友，所以我可以帮的别的我的男朋友帮他们介绍很多很多好看的 model， 很多，我就是用英文讲是 lead generate， 就是怎么开始讲话，怎么开始跟他们跳舞一点点，但是不要太近哦。所以跳有就是 networking， 就是怎么介绍。在一个酒店里面有很多女人，对吗？这种女人老师是两个或者四个或者六个十个一起很紧的一起。我就是帮的我的男朋友怎么坐在他们的身上，就是像一个很可爱的小狗，但是那是很摩登，很仔细的方法，不可以就是很邋遢的做。我怎么做法呢？因为我比较喜欢捣蛋，我开始的时候不是把这个脸放在你的面前，嘿，我想跟你跳舞啊，我跟我的朋友想跳舞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。我开始就是给他一点 profile， 我摸他，他就像这里摸他那个，他看了我，我就听哦。你好，那是很要紧的。不要就是很多男人就是嘿，我想跟你讲话，不要这样子的。第二，你知道什么？第二、第三、第五，你一定要给我一点钱，我才能教你，因为这是很值钱的问题。